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今天我明天我们要到那个平面嘛，今天所以去买一点菜，明天太早了，没时间去买菜。我来帮你拿东西啦！哎呀，我放对了，太重了。可以放吗？重。哇！哎呀，眼睛好脏的。买了什么菜？买了这么多。哎呀，这个是羊肉。买了几斤羊肉？啊，几斤羊肉？哎，比较多啊！哎，这么大方。没办法，那么多人。这里又买了十斤猪肉，都是猪排来的。明天大概帮忙的可能有两桌人吧，是不是？有两桌。这里还，哎。还有鸡肉，哎呀，买了糖，一点糖，买了几十块钱糖，备了两只鸡，这里还有扣肉，扣肉，这里是那个酥，酥肉，酥肉也搞了，扣肉也买了。主要没时间自己搞了嘛，是不是？就是没时间啊。直接买现成的。这是扣肉。这个还是好东西，酿豆腐。哎呀，七七八八的，你看这一袋子我就满了，还有小菜。现在要浇水吧，是吧？已经晒了这么久吗？是不是？要把这里像这种的翘起来了，晒了几天了吗？把水泥都站完了，要把它堆到一边去。哎呀，累死人了，干了半个多小时。这个准备明天来到那个平顶的，这里的习俗都是有撒一点糖啊，撒一点红包啊，这样子。明天是好日子。热闹一点，是不是？对。哇，满满一篮呐！满满一篮。以前老人家这个是做那个糍粑来放的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就在街上买了一种，这个是糍粑来撒下来的，还有这些糖啊，现在包点红包进去。现在有时间就把它包好了，准备好了，要把这个包进红包里面啦。一块钱红包，一块钱红包，这么小气啊？还小气？要十块的吧？这么意思来的？这个是烂的。谁抢得快？热闹的。啊，不管多少个、啊。对。从上面一撒进来，还有糖啊，这比较热闹。撒进来呀？撒下来啊，从上面撒下来啊。嗯、看大家谁抢的多。这就不一样。
兴奋和梦雅也来抢。明天得有了吃了啊！明天你再来算算，看谁手脚快一点。现在包有几十个吧？这个不够抢。不够抢是不是？越要几百个才够抢啊？对。越多越好，对你来说的。对对。这个意思啊，对，谁抢到就抢到了，抢不到就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抢得到，怎么难抢啊？也就是一大伙人嘛。多少人先？多少人来帮忙我们做事的一起啊，都在抢啊，是不是？人都热闹。加快速度，帮完就有别的事做了，是不是？偷吃糖，一天都烤虾吃糖。这个留到明天啊。那就去冰箱里面找糖吃。就是买少了点嘛，买多一点，应该要买两篮这样子就行，是不是？对你来说，你拿扁担去挑呗，都更好。那他之前糖我不爱吃，你买其他的糖好吃。这个糖好啊，怎么不好了？那个是糍粑来的。为啥这么粘牙？糍粑的肯定是有那嚼劲的嘛。嗯，是。它有那粘性哦。就是在车上都吃了一个嘛，差点把牙都粘进去了。那才好吃嘛。吃了好久才吃进去。那个才好吃嘛。怎么办？不够钱嘞，老板。你的零用钱嘞？都进我肚子里面去了。今天你拿了几块钱？还差多少？还差多少？把它包完，把它包完。爸爸手中抢了三块钱。有几十个，有几十个就几十个了，把它包完。这里还有四个，还差多少？也只有三块钱。哦哟，还差一块钱。我去找啊。什么？拿一条红包，偷拿一个红包，你这怎么使坏了你？你干嘛要使坏了？本来就要藏在里面啦，放在里面啦。嗯，等下爸爸说你藏到了，你就完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好，老爸收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嗯。有这种人？哪有这种人啊？你看，不讲道理的人，一点不能干啊！不行啊，你就这个。这个全部要拿一个，还要来包一个大红包。谁上去从上面撒下来的，那个人就得到那个最大的红包。我去好不好呀，爸爸？嗯，可以啊。好累。太高了，你站不稳了。小孩子不能上去。哪里站呢？在楼顶上。楼顶，我的那个盒子飘你这里呀、啊。嗯。撒远一点不就可以啦？对。我可以撒呀，那上面我不是没有上去过。嗯嗯。就这样子，哈。不行，不能扔，扔了被妈妈骂。呀，就这么一小篮。一小篮也可以啦。哈哈哈！多买点糖就好喽。明天还有几斤过来？还有几斤？对。还有糖的，对的。外婆家，外婆家也拿糖过来。对，没有吧？是的。不必要了，我们这里买就行了。外婆家里还有，就是外婆家。哎呀呀呀！谁来了？你看，真的有红包嘞！嘿嘿嘿，你这么抢了，明天才抢的啊？明天谁抢的？哎，大红包有多
现在办好了，我现在要来收了，要不然女儿一下就来了。那没有这回事的。